大家好，我是傅冠杰，欢迎来到 Food Love， 这是我第三天的挑战。我今天已经做完义工了，所以今天西装就不需要了。我打算穿着西装穿着衣服跳进那个游泳池，没有穿着衣服跳进游泳池过，所以这是我的大挑战。 You're welcome to come in。 耶，偷偷发现。哎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不管你想做什么就直接做，不要管多奇怪，不要管别人怎么想，其他人看我也没关系，其实我也没有其他衣服可以换。 Ready? Let's go!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... Woo! Yes! Never seen a suit serve its purpose so well. Woo! Oh yeah! Oh. Come on in! You guys wanna come for a swim?No, not a chance. Come on. No, not a chance. Come take this. Take this. Aaron's coming. I said I would support you in one of these goals. All right.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. Yeah. Woo! Whoa! Yes! You only live once. 只活一次。Have fun, enjoy every day. Alright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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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! 刚游完泳换完衣服了，现在要去 Elton 的店里吃火锅。太完美了。你们刚才看我跳进游泳池是不是也很想游泳？很过瘾的。我分享一下我跳完游泳池的感觉。我觉得非常的快乐。那件西装、衣服、鞋子我不知道会不会坏掉，但是衣服都可以换。但是像我跳进去的那种快乐、那种自由、那种不 care 别人怎么想、不一定要按照一些规矩那种感觉，不是钱可以买来的，就是一种很自由。我现在刚到 Elton 的店里了。I'm here to join your party. Hello, is Elton here? Jeffrey. Sir. Hot Pot. Hi. I'm Pierre. Hi, Pierre.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刘佩。一个，两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我的哦、no 吃火锅。今天 Elton 要教我怎么做珍珠奶茶，因为我没有做过。看、Perfect.那个放冰块到四分之三红茶的这里，那个下去，那就可以把整个倒进去。应该可以吧？试试看。蜂蜜先。你们放多少？四分之一啊。四分之一而已。半一半啊。我觉得不够。要 professional 一点。哦，还没，你还没倒进去。拿一点热水，一点点，很小。可以。好，把它先融掉。好，动作快，后面还有很多人。对，超多人。这是美国最好的鲜奶。哎，我打开。快，客人在等。红茶到剩一寸。还可以。反过来，这样比较帅一点。可以了，然后拿珍珠。打不开吗？打不开。为什么打不开？客人点的怎么样？太好了。Perfect。觉得怎样？一定很好喝。我做的傅冠杰做的珍珠奶茶，1杯500，要不要？Cheers。Oh, the best boba I've ever had。蜂蜜味道怎么样？蜂蜜味道非常的好。记得来 Laboratory 就可以见到 Elton， 他会做魔术，说到就马上做。好吃。谢谢啊，给他们入围。这边看我干嘛？鞋子都湿了。我没有带其他的裤子，不知道怎么办。Gotta go home naked now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我们明天见，拜。